龙舞狮热闹万分。西元2000年，前总统陈水扁出席北科大万里校区的立碑典礼。未来此地将有一所结合人文与科技，并且兼具观光特色的大学城。13年后，这座多功能大学城如何蓬勃发展？我们沿着北海岸重返旧地。滨海公路旁绿色峭壁正是北科大校地范围，当年立的石碑字迹早已斑驳。国中后面的所有看到的山跟山坡平地全部都是，在预定的时候到现在刚刚整整20年。前乡长等到头发都白了。近200公顷校地，北科大根本没开发。学校大门只见铁门深锁，山间小路尽是落叶杂草，连一栋建筑都没有。他会盖，所以才会都大家都很高兴。都好像不了了之了，就没消没息了。民国80年代，北科大为了升格科技大学，扩充校地面积，寻寻觅觅找到北线基隆交界这块地，地方也无偿拨用，只是地整了，路开了，这乡有理，那乡却迟迟没动静。肯定是诈骗集团啊！人家把土地骗了以后，他也不用，人家也不能用，这样是。对地方很不公平嘛。面对外界的占地指控，北科大澄清，民国86年林肯大郡倒塌后，山坡地开发标准变得严格，坡度30度以下才能开发。原本193公顷校地，只剩12%，24公顷可以使用，完全不符经济效益。林先分散，那唯一一块算是最大的，是差不多3公顷，很小的，哦，没有意义了。无法开发，为何又不愿还政府？有说法指出，很多教授早就在旁边买地卡位，一旦开发计划胎死腹中，土地当场套牢，要求学校绝对不能撤案。但校方否认这种说法。这可以看见，我们当初是真的很有心要投资在这块校区，我们也甚至想跟他生活在一起了。我们如果太随便的就放弃，我觉得是对不起，反而是对不起乡民了。北科大不盖，教育部也没监督，国有地就这样闲置20年，双双遭到监察院纠正。万一你没有再办法在期限内开发完成，等于是终止开发了，那把这个地还给这个原来的县市政府。事实上，不仅北科大，许多大学争先恐后都在拼校地。县市政府渴望大学带动经济，而大学只要敢开口，就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双方一拍即合。只是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少子化加上财务因素，分部计划往往都没开花结果。根据监察院调查，至少有246公顷公告限值34亿的土地，就这样生杂草养蚊子。驱车前往竹北市台大桥台大建案，但说好的台大在哪边？跟着指标往前走，铁丝网围住的就是最高学府，一直到你看到的尽头。就最尽头，就是这个现在围墙看到的整个过去，它必须要有19个系所，今年要完成。但是让你看到现在整块地上面，只有完成一个毕政馆。校区不见学生，只有流浪狗。校名剥落，台大都不台大了。民国89年，台大象征性的用1元取得22公顷土地，但12年下来只盖了一栋空荡荡的大楼，其余都还是荒烟蔓草。啊，这边嘛要去了啊，你们去啥？搬过来了啊！要起啥？你讲河里的土地是要起大厦啊，不是要你去养生村啊？地方期待落空，联署要求还地。对此，消防警用书面回复：因财务拮据，筹款压力大，暂时无法继续开发。换句话说，这块精华地还是得继续养蚊子。本来是我儿子要念的，那现在变成我孙子才能念。大学拼校地，山坡、农地、余温，全都变校园，又全都变荒地。台面上是拼升格、好大喜功的下场，台面下还有更多炒地皮、农地征收等复杂问题，大学、地方各打算盘，如今也都进退两难。